有没有遇过工厂跳电，设备突然挂掉？搞不好是保护电艺在帮你挡灾。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电路里的守门员。它不是开关，但是比开关还要厉害。只要侦测到短路、过电流、电压乱飘，它就会发出指令，叫断路器跳电，保护整个系统不被烧掉。保护电艺会根据电压的大小、电流超载甚至异常持续的时间来判断是否该跳脱，很多还会内建微电脑来判断。不管是工厂、变电站还是一般大楼，都需要它来保护关键设备。只要设定好，它就能自动侦测并保护像马达、变压器这种贵重设备。断路器是实际操作的手，保护电艺是下判断的大脑，两个搭配才能及时又精准的保护电路。现在你了解保护电艺的功能是什么了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，一起了解更多电力小知识。